慢慢装，一个一个演示给大家，慢慢装，从哪儿走，装慢一点，从发酵这个导入，慢一点，这个放进去，这个放进去，这样子慢慢搞一点，搞慢一点，让它拍清楚。这个东西这样搞进去，这样放上去，看不清楚。这东西这里跟工人产量是跟工人很大关系的。它前面是在钻这几个孔，后面那个在拔这个胶子，这个胶，后面到后面这个把这个胶子拔出来，这样一挤出来，这样25000一个，就值对了。多少钱呢？